请给老爷。你开到这么大间的茶行，在咱台湾这么有名，而且还有皇帝亲自的牌匾，是偌尔啊高尚的一家伙啊！啊，你今出来这种好事，你敢袂感觉见笑？你是讲啥话？阿妹啦，云辉，阿姊啊，亲家老爷，养子不教父之过啦。我册读了少，不过这点道理我搁知影啦。你袂当为着要挺成你的后生，就拍歹先人所留下的规矩啊！我阿姊是恁硬要娶的哦，不是我甲恁拜托的呢。起码无可能让恁话来就来，话去就去啦。吾王家虽然散家，吾吾的尊严呐，无可能让恁来糟蹋的。姐，发生什么事？是安怎？哇，那吵到这么大细声啊！米兰，稍等，今仔日大家拢伫的。我有几句话要讲，互恁大家知影。老爷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大家都大细声的话。家姐，你既然是咱洪家的后生，你都无权利决定你家己婚姻大事。有差有差嘞！既然我已经决定嘉良甲美兰的婚事，毛决定嘉兴甲文玲的婚姻，从今以后，无论你发生什么代志，无论你是不是甘愿，无论你是受到什么款的委屈，已经决定的代志，绝对袂用的改变。你那天在讲话，你无听的是？啊！你搁徛踮咧遮创啥啦？徛过阮阿姊遐啦，行啦。姐，阿爹，我再搁讲一遍，文玲就是我洪金莹的媳妇。若无我的温存，任何人袂用甲文玲赶出去，我绝对不准任何人甲文玲当作外人看待，有得？阿爷，甲下家手的人讲，从今以后，文玲就是咱洪家的少奶奶。是。感谢亲家老爷主持公道，我代替阮阿姊，甲你说一下多谢，多谢。你免甲我说多谢啦。家生啊，阿爹要甲你讲一寡代志，来去我的房间。家生。小委屈，袂啦，阿爹。美兰姑娘啊，啊，唔对唔对，我讲唔对啊。上无，我即嘛爱叫你一声嫂啊，是讲嫂啊，你唔通搁踮咧遐想空想胖啊啦。头拄你阿姐讲了真清楚啊哦，阮阿姊。是嘉兴的家后，啊，你是嘉良兄的家后啊，这是永远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啦。哇，嘉良兄，恁某足歹，搁甲我认呢。喂，阿姊，我是替你在出头啦。嘉良兄，代志变到安尼，我看你会当完全放心啊啦吼。嘉良，你当时受伤的，我哪不知影？什么人受伤啊？我是哪里疼？有痰吗？你不是哪好听？你是受内伤哦。你是了白讲啥？
你这人怎这么搞差异啊？就跟你讲，我人无爽快，你听无是无？家良，磨者磨不死，失者不能磨。下边拢是练武的人，你是人无爽快，还是受内伤？我敢看袂出来。你的武功遐尼高，哪会互人拍着伤啊？我会记得嘉兴讲过，你伫祖罗山找无对手吗？你是臭女人！我甲你讲一遍，我是人无爽快，唔是受伤。你若要继续搞我，我是真袂爽快。凊彩啦，本来我是好意想要提药给你抹，见你遐尔坚持，我就先来走。好教材，你不是给我指数中拍着伤，啊，若无是真歹意。把门关起来。这样，阿信啊。这地秀个皮看麦，看有芳无？对啊，你敢袂当卖跟我讲地的代志？我是想要跟你讲，我甲米兰，伊甲米兰的代志，头拄我已经讲个足清楚啊。即马踮这个房间，干那讲地。啊，既然安尼，我就无需要坐伫遮浪费时间。阿信。你敢拢无发现，阿爹已经老啊！对你失踪迄天开始，阿爹感觉已经老十几岁啊啦。我逐天嘛走入来这房间做题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到天光。我本来抓准讲，你可能袂回来。所以我一直做，一直想，我愈做愈心酸，愈想愈凄凉。嘉欣，阿弟啊，少年的时阵，嘛是一个足有自信的人。我相信我有能力，我嘛相信我有才调，所以我无论做代志还是做人，我拢一直冲，无要甲家己留一个后路，一直到你无爱甲我学技术，一直到你离开我的身躯边，一直到我感觉后世人无人陪伴我的时阵，我头一个看，我才雄雄的发现一个老伙仔无人陪伴，啊，无人继承伊的事业，迄真是悲哀啊！我真正对做题无兴趣。嘉兴啊，你敢知影阿爹少年时阵想要做啥？我是想要做将军呢。不过你若讲对我，嘛是参像我即马对你同款，逐天嘛逼我做题，结果呢，我
我做到皇上千姿百变给我，这么大的功名，由此可见，兴趣是偷偷培养的啦。我就是一个例啊。阿爹，我想要做大夫。你若是要做大夫，啊，我的事业是要交予谁？交予家良啊。家良就不行在啦。而且，伊也毋是我亲后生，我哪有可能把事业交予伊啦？阿爹啊，家良姓洪，白白拢是一家伙啊。你是安怎要这么计较？唉，这那是我的计较，是你家己未晓关心啦。你也不捌关心阿爹的心情，你也不捌关心咱洪家的死活，你敢那关心你家己？你的句啊，文辉是讲了有较歹听，啊，不过嘛是事实啊。阿爹真正是伤过生理啦，这囡仔里哦，做啥物代志拢无要负责任。我这世人做人失败，对啊，一定有失败。咱两个相差意志无相共，你爱做地，我爱做大夫，我嘛甲你同款有自信。嘉信啊，你是要等到当时才会当了解阿爹的心情啊？阿爹求你好不好？好，阿爹这个立土半生的人。会当将来死了去见你啊，讲好无？嘉信啊，我真惊呢，我就惊有一天我做袂定当的时阵，我的事业都去予别人照去啊。假使讲你若对这个阿爹还阁有一点啊感情，你就千万唔通予我失望唔冤客啊。嘉信啊，你是罪得万归。有一天你也是会做阿爹，你也是会老。若是讲你的时阵，安尼对待你，哪像讲你对待我安尼，你是要安怎？好了，我试看卖。啊，去甲文英叫来。姐啊，你那安尼面闹面臭啦！我头先若无替你出头，你伫咧洪家是要安怎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地位啊？你替阿姐出头，阿姐是足欢喜的。啊，不过也唔过啥啦。啊，不过我伫咧洪家，都爱逐天面对家世甲美兰袂当成亲的痛苦，我实在感觉真袂得过。搁看怎讲，因两个相爱无唔对。若真正要讲唔对，应该是我无应该答应冥婚嫁入来洪家。我感觉亏欠嘉兴，嘛亏欠美兰，因两个人无法度成亲，拢是我造成的。阿姊啊，我是甲你警告，饭会当乱食，话袂当乱讲啦。你即马讲的这，若叫嘉兴听到，你就等于食家己。好了。阿星，我哪在叫你啊？姊夫啊，文辉，阿姊啊，放心啦，我要甲姊夫回室内啦。姊夫啊，歹势啦，啊，请你带谅，我是阮阿姊的小弟，伊若受到委屈，我一定会替伊出头的嘛。他倒若有啥物得失着，请你唔通见怪啦。啊，我若无伫个，再麻烦你替我照顾阮阿姊，安尼好无？文娘啊，阿爹搁伫个等。啊，姐，叫你卖搞话，紧转去啦！啊，真正是好心捡雷针啦！阿爹，你来啊，来，跟你来，你来。你不是讲这个房间任何人拢袂当入去？是我叫恁来，当然会当入去嘛。来来来来，老爷，那是什么代志啊？你爸文英，你不是已经房间哦？那是安怎？
你整理差地，家良要入去，你都唔肯啊？啊，啥用呢？文英是外省，当然是甲家良无共款。我是叫伊两个做伙替我来做地。你免惊啦，我叫恁入来甲我做地，所有这房间内面的物件，恁拢会使看，会使摸。啊，不过阿爹，我啥物拢唔捌，我是当斗三工做啥？你捌，只不过是你家己唔知影尔。我都捌认过你做的地啊，你真正有做地的天分。唉，你若是甲家生，恁两个好好啊甲我学，相信免外久就会当出师啊。啊对了，阿生啊，你去查房，叫一寡查来。阿爹啊，有一句话我唔知该袂当讲。你讲。嗯，阿生伊敢愿意学做地？伊无愿意嘛是爱学。我上惊伊就是无兴趣，惊伊无多尽心尽力去做好这件代志。家兴自细汉都是爱什么有什么，伊就想要学做大夫。啊，不过我是足反对，伊就足坚持要去做大夫。我伫想，让伊先去学大夫，等到伊学好势，再搁转来跟我学做地，安尼心嘛是会使。想袂到，阿爹啊，假使家生伊无愿意，安尼甲勉强，伊毋是搁较痛苦？无愿意嘛是无法度啊。哎，家生是翁家唯一的独子呢。我的事业若无传给伊，倒是要传给谁？这是伊的责任，嘛是我的期待。今仔咱做这个地，是要给皇上啉的啦。这关系到将来咱翁家是兴还是败，所以我需要恁两个人甲斗相共。阿爹，安尼阮是要安怎做？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啊，不过对今仔日开始，上要紧就是这相共，无论是吵、闹还是喊，咱的人一定要小点只顾条条，绝对袂使有一点失甲吵，知影无？是阿爹。什么？阿姐要把技术传给家生甲文玲？无唔对，所以以后你来较拍拼嘞。万一你阿姐把这个技术传给因两个人，你就害。我烦恼的不是干这个代志啦。这么相信文玲，啊！你四十五岁来把咱代志讲出去，咱老爸是要安怎？你放心，伊若要讲，早就讲了。也不过，即嘛先莫讲者，你去注意红顶边有啥物动静，若有消息再来甲讲。好啦。伊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你个心目中，我竟然比一个得牌啊、装脚查某更加不如。哎，你是要去倒？所以你若要倒，我跟你讲，你也较冷静点。老伙仔这么阿爸，你去找伊嘛无路用啊。这件代志后，咱阁会当偷偷来瞧。我即马上烦恼的是李清良，你受伤的代志。伊有甲你注意，你着爱较细腻哦，骨卡千万唔通去互掠着。放心，这我会注意。阿哥，麻烦你赶紧替我查一下，钦差大人到底当时要搞。阿弟，你搁要去探一下这件代志是要创啥？为着我一个人，这老伙仔竟然啥物拢袂好，我着改变。改变？哎，安尼刚好。伊就唔惊我死，我咧惊伊无命。我若是拼输，我一条命尔嘛。啊，若拼赢，
红家就是我的，就是我红家良一人的天下。李清良、红家兴、王文林，一世人毁啊！你敢跟我作对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加什么？你会当加清楚？安尼看到我，唔着足失望的。四界找你无，我就知你走来遮。咱两个已经无啥物话通讲啊，你搁找我创啥？你敢真正这么无情？咱两个本来就无啥物感情。无感情，嘛同款当做伙啊。至少咱两个有同款的野心嘛。啊，对了，我找你是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啦。阿叔已经找嘉兴甲文林，入去已经房间做地啊。你讲什么？你讲什么？惊吼！阿叔应该已经认定文林就是伊的新妇啊。生气有啥路用？阿叔既然已经安尼决定，你这世人就绝对无机会做嘉兴的调。你唔免这么欢喜，代志若变个安尼，你嘛得袂到什么好处。嘉兴对你阿叔好技术，那呢，你所有唔忙就乌有啊。自头到尾，你伫个红家只不过是一个下卡手人。你笑啥？美兰啊，你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。你抓准我这么简单就会放手，何能去过着困我的日子啊？我坦白跟你讲，嘉兴的下场会足凄惨。你若较巧，你就莫继续对伊饲落去。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你早晚知影。皇上饮，含弟仔囝都不爱饮啦。阿爹啊，我甲文玲这两天无眠无日，直接陪你做茶，无功劳嘛有苦劳啊。阮两个唔捌做过，当然做袂好啊。干咪着，安尼咪，安尼甲阮糟蹋。你若气嫌阮哦，阮就莫做嘛。嘉欣，嘉欣，你莫安尼啦。阿爹伊唔是骂咱，伊只是咧甲咱教。他知影教徒弟本来就是安尼嘛。你唔免替伊解释啦，伊干那想着伊家己啦，完全无顾虑到咱两个的感觉。自我细汉到大汉，伊就是安尼这么自私。真正自私的人，唔是阿爹，是你。你想看卖，自你细汉到大汉，你做任何一项代志，阿爹敢捌甲你阻挡？
法师因也是有甲你阻挡，是安怎你有法度学医术？因若真正有甲你阻挡，是安怎你厨房内面有爱臭大夫爱用的猪？阿爹，什么代志都替你设想，处处在关心你，但都是你，你大项代志敢若想到你家己？你要做什么代志？你敢有尊重过阿爹？你敢有替阿爹想过？阿爹年岁这么大，伊可爱家己一人在遐做代志，你这个做后生的，替伊分担一挂辛苦，敢袂用的？你后妈是搁安怎？代志做唔好做唔对，去后妈嘛是应该啊。假使你真正想要出去，无想要做，不要紧。你出去这个大门之前，请你想看卖，你捌替阿爹、捌替阿公付出过什么？啊，这地擦过。是变哪哪，我哪哪，嘛哪袂好。阿爹抬头有甲我讲，你稍等，你只要看就知影。阿爹，这内面交乎你，我出来外口休困一下。家兄，互你辛苦啊。我是家乡这多遍，伊从来唔肯听我的话，想袂到文人敢若一句话尔，竟然话也顶当。阿姐，你一定巴肚枵啊哈，我甲你送饭来啊。文人，家乡吃饭啊。想叫你送饭来，阮店内面哦，又搁热又搁甜，根本都吃袂落。阿爹啊，吃袂落无要紧啊，无咱小弟用茶泡饭试看卖啊。我以前哦吃袂落饭的时阵，我拢是安尼啊。好，嘛好啊，无试看卖啊。阿姐，把门关起来，来加班。几天无看到你，你好无？无你伫我身躯边，我哪好会起来？你放心，我相信无偌久，咱就会当永远做伙，久久长长。我嘛希望会当安尼。阿哥，你起码教你阿爹学做这技术，学到安怎？你阿爹敢有教做这病方传予你？啊，袂啦，啊，不过我嘛无想要学啊，我会入去个房间，完全是阮阿爹逼我个，啊，即嘛拢是文人伫学，文人伫看，伊叫我哪块，我就哪，
伊叫我把物件放遐，我就去摕。伊叫我遐查天花，我就，哎，总共一句啦，伊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你哪会当安尼？你是安怎无较主动的？我是讲，你应该体谅你阿爹，把做地技术传予你的心，你袂当让伊失望。那连你嘛同款，文玲嘛是安尼啦，伫我耳旁边哦，一直念一直念。自你出来到即马，你开始合作，讲的拢是文玲。我看，你已经把伊当作是你的骄傲，别甲我放袂记。美兰，你莫白想啦，我根本无爱伊，哪有可能把伊当作是骄傲呢？唔是我要学袂成，是因为你无时无刻甲文玲做伙，我惊你两个斗阵久啊，自然会培养出感情。美兰，我会用手抓，我对文玲。我相信你，你无需要手抓。听我一句话，把你阿爹技术学到手，只要你有迄项技术，咱两个就会当做伙走，无人会当阻挡咱。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有听到无？你来，你敢真正愿意对我走？我当然愿意。好，那安尼，咱明仔载就走。明仔载？是安怎变明仔载？因为哦，我无法度阁留伫咧这间厝，看到你甲家良做伙，我煞啥物都袂当做，而且我对做茶哦真正无兴趣，我阁留伫咧这间厝哦，我真正会气笑啊！搁再讲，我袂当担保着文玲的幸福，上重要的是我袂当让阮阿爹认为讲我已经答应要甲文玲做伙啊！我无走袂用得，美兰，就安尼啦。啊，明仔载我伫咧稻村头等你，好。可是马上回来。啊，无啦，阮阿爹找我。找你是无啦，不过伊伫细细念的，我就知伊的意思啊。哦，啊，看起来你比我搁较了解伊哦。哦，平大，不是讲你做地真辛苦啊，咱两个人要徛伫外口。阿青娘，哪会走来？听讲你开始做茶啊，所以我专工来看你，甲你鼓励啊。看起来进行了阁真顺利。其实哦，拢是文玲在学的啦。啊，连阮阿爹嘛讲哦，文玲比我阁较有天分，只要伊好好学，后边天下第一茶就是伊。阿信，阿爹要传的人是你呢，你哪有可能甲变去传我？你阿爹做茶技术是你的责任，你是无法度相骗。我知影，我有责任。啊，不过确实，伫我跋落水迄天，我着死啊，永远袂回来。啊，不过嘉欣，你即摆阁活甲好好啊。哦，我是讲确实啦。假使若真正是安尼，啊，代志变到甚么款？嘉欣，过去的代志，你搁提起是要创啥？啊，我是感慨这世间的代志。啊，无得甲青龙，你明仔载就无伫个啊。嘛无得靠，小等下我就无伫个啊。
文玲，假使若真正有迄天，我希望你离开阮阿公家，阮阿爹一定袂为难你。可是呐，你到底在想啥？我，哦，青玲，你来啊！老爷，阿爹，阿青，你甲文玲两个先回去休困。明仔透早再过来，哎，记得好好睏。明仔是上界要紧的一关哦。你在斗村老代理，别好啊，是无？等我一下，发水好吼。等下。这是。特别阮阿爹伫咧炒茶，炒到上要紧的时阵，胃拢会疼。这贴药啊，会用开鼻过胃。爱记的，五碗水，煮一碗药啊，逐天拢爱喝一点。你是要跟我做伙去阿爹遐？你先摕去就好啊。你先提去，我随过啊。事情已经到了，那不看美兰嘞？根本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找无人，你敢真正伫咧渡船捣蛋？不用紧，我若去找伊，万一伊叫我对伊走，我是要安怎应付？七早八早就走来家省的厨房，你可真正袂死心吗？是讲家生嘛真无意思啊呢，啊放你一人才孤孤单，讲伊我爱，鬼才要信。家生爱我的程度，是你想袂到。好啊，伊我爱你，爱你爱我深，请你讲我听。讲袂出嘴啊吼，我若是家生，我早就把你相带走啊，哪有可能放你一人才等？啊！就是讲等着人，那是相处短短的时间，安尼是要送啥？这就是你无了解家乡的所在。阮两个原本就约好，今日要相带走。相带走？那安尼，啥物人徛在遮？我知啊啦，看这个办事，你根本就无想要走。讲你我爱，我介意，鬼才要信你，根本讲袂出。我早甲你讲过，咱两个是共款的人啦。
我是安尼留下暗家，你是安想要嫁予家生，咱的目的拢共款，咱拢想要得到暗家的财产，拢想要得到老伙仔做地技术，敢毋是？你乌白讲，我乌白讲，我是毋是乌白讲？你心内上清楚了。头拄仔恁讲着要小娶早，我阁有影娶一个。即摆想想的，煞感觉好笑。你根本就无可能走嘛，因为嘉兴还未学着阿叔的技术，你哪有可能跟伊走？你给我掂去，我无参照你遐尼卑鄙。我翁家连我卑鄙，你着我卑鄙，甚至你阁赢我。等下。你还袂甲我讲嘉兴要倒等？嘉兴走，你毋是上欢喜？你问我伊伫倒位是要创啥？替你甲找转来啊！啊，你敢要让伊一个人我外口苦苦啊等哦？讲，嘉兴你都等伊。你放手啦！讲，嘉兴你都等伊。伊伫咧大顺头啦！啊！大顺头。多谢你。现在到今嘛还袂到，是毋是伫半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是家良，让伊无法度出门。志武，志武啊，志武啊，我远个就看到知影是你啊，你提包我是要去倒位？